好啦，欢迎收睇复古游戏站啦。咁今集呢、大家睇到个 logo 咧，同埋个球场咧就系 J 联啦。不过咧，今集咧就系介绍 J 联嘅 Side Stage 94嘅版本，好似 J 联日职联明星赛 Training Mode BK 十二下，呢个就系沙。室內足球，因為今集睇下有12隊嘅，奪到6個子員，紅鑽、川崎同埋清水新田、草南啊、橫濱飛燕、橫濱水手、富士山營、國白。Kick off.哇！好哇！你射唔入，一个长传要。哇！頂啊！救命！喂，有空位入啦！个龙门一传之后就即刻就坐入去，哇！两个球员想踢，但系都踢唔死，好嘢啊！呢场波嘅，哇！弹波弹珠机咁样，你真系想谂住想弹珠机。
四。而家吹緊唔知咩哨啦，吹可能吹大哨啦。爭啲，滴完個波唔知滴咗去邊。哇！波又俾翻個龍，打我啊！突然死亡，
踢都踢死啊！喂，仲未踢？如果你唔系嘅话，你当少林足球啊？终于，哎，赢了，赢了，赢哇！有22回合，24場，主客即系打到你两队，打到你死咗，真系你。西高啊！Kick off.哇！你俾牌都系唔俾，
到六角先入一球。做曬成廿幾場咁多，不如真係太黐線。佐真奴，我球證真係黑黑地哨，要球。哇！撞到人哋撲街都唔肯俾牌，呢個球證係咪有啲問題咧？好似有啲精神病咁樣，好大鑊啊！呢個自由球射唔射得入啊？哇！上半場都唔得。被人炒死了，他打得不好死了。好了，那就被人炒死了，那就接着到了。有機會睇下獨嗰個黃金，國球，我是不是想做到这个了，拜拜，收台了，拜拜。